你是来救人的，不是来杀人。别逼我动手，全都让开！ 无胆之人，留你何用？起来，起来！陈信先生，你别过来，再过来我就用宝刀直接杀了他。你想清楚了，他若死了，我不会原谅你的。 如狼在，来得再快一点。已经够快了。在此刻，我还能再见到你一面，真心足矣。这一次我没有依靠任何人，我做得还不错吧？ 三弟，都是二哥不好，二哥也退下皇位，你就饶二哥不死吧！啊，你答应过大哥的，你要永远守护兄弟啊！二哥爷奉上玉玺，有了这个玉玺，你大可守护天下啊！从前，芒兽山上有一个小女孩。 他总是担心我被人生成狼怪物，可是很多年之后，我终于明白，原来真正的怪物是为了权力、欲望而泯灭人性、扭曲自己之人。 让我知道我是谁，给你一个。
原来山下才是最多怪物之地。星儿，你别说话，我们回狼兽山。是啊，狼兽山。 我仿佛看到好多蝴蝶在翩翩起舞，好美！我带你回去疗伤。 长剑穿心，仅是要记得要让我撑着。你别动，让我看看你，我舍不得，让我看看你，舍不得忘记你。下辈子，你若还喜欢蝴蝶，还要找到心儿。